向日葵真的会随着太阳而跟着转动角度吗？我想这个答案应当是否定的，因为从我摄影的方向看过去是西边，那因为今天是 cloudy sky， 所以说看不到这个太阳，但是看到这边的 sunflower， 它都朝着东方啊，所以说这个我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，这个向日葵 sunflower 啊，它并不会随着这个太阳而来转动角度的啊，今天刚好更正这种错误的想法。那多亏这一两天天降甘霖，所以说绽放率大概是 90%。 那这边有一比较大朵的向日葵，有几只蜜蜂啊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大倍率来看一下哦，可以看到几只蜜蜂在那边玩耍啊，玩得非常的快乐啊，这一大片真的是很漂亮 sunflower。 那今天得到一个结论是向日葵并不会随着阳光而转动角度。好，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